从南京38年我就到台湾了，在左营下的船，然后就那时候十几岁，真傻乎乎的，什么都不知道，笨蛋一个。就住了之后，然后又到高雄，到高雄后来省女中啊、哦，省女中念书、哦，省女中念书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进去的，考试那是考试进去的，因为我念书，因为逃日本的时候，读书的时候没有，几乎是没有怎么读书，但是我妈妈呢，就看到哪里有时间待的话，就给我送到私塾里练古书啊，没进过学校，几乎就没进过学校。等到台湾来才正正式式开始我念书，那就念省女中，省女中高中毕业没本事，考大学没考上，那时候就三个大学，台大、成大跟四大，就没念书，没念书，因为我们左营高中这代都是海军军人多嘛，军人多，所以说接触的大概也就是军人的。后来就，找了一个伴儿，海军的，就硬是就海左营接了缘了，大概几乎就没有离开过左营。搬到这里来是49年，民国49年搬过来的，那我女儿才1岁多一点，搬过来。那时候生活很辛苦的，说说你们现在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那时候的辛苦，真的不知道。那个你现在看的房子好像都是每家都有个围墙啊，都是好像都是很漂亮，其实不是，那时候这里面都是空地，因为是你也知道嘛，二次世界大战尾声的时候美军横空炸了嘛，对不对？那这里面就几乎都是断垣残壁，没有几栋好原来的房子，那就是辛苦。我们来的房子的时候是那时候就前后两间，那时候来台湾的时候，这里是空地的时候，就是我来了，我就在这盖个房子，我随便怎么搭，就是我的，那就是我的家。所以那个时候的天花板都是竹子的，加上铺上报纸，贴上报纸，那就是天花板。两间，前一间后一间，直到后来慢慢的，将近20-30年的经营，这才能有像个样子。这里面哪能竹篱笆春天呢？这是竹篱笆。竹篱笆之后就变成扶桑花，种的扶桑花，矮矮的扶桑花，这在后来才慢慢再盖成砖墙。这里面所有砖也都是慢慢起来。我在这里50几年，几乎都是这样看着，哦，这家盖房子，后来有钱就换了围墙，那就围墙啊，这就盖一个房子，然后一个就慢慢的就像个模样了呢，像个模样了。在政府撤退来台湾以后，带了大量的军人跟眷属到了台湾，所以说为了照顾这些军人，让他无后顾之忧，才会有眷村这个名词出现，就是把他的眷属做了一些最基本的安排跟照顾。那么经过了50-60年，台湾的繁荣跟安全，也就是我们的上一代，我们的父亲能够为台湾的安全做了牺牲跟奉献，还有付出，那么才有我们台湾的这个安定的一个保障。眷村子弟哈，大部分都有这些本事吧。我家住在这边建业新村153号。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最大的特色，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在日据时代，它这边是很多的果树，以前就留下来的果树，所以我们住在这边的时候，我们这是工地自建的，每一家都有果树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爸爸叫我去串门子，比如说到邻居哪一家去传达什么消息，或者请他，或者送礼的时候，我爸都跟我讲说，你到那个杨桃树的刘大大家，大大是北方人称大爷，伯父的意思，那姓刘的那个伯父，然后杨桃树，因为他家有一棵杨桃树，所以我们就以杨桃树的刘大大
你到那个芒果树的王伯伯家，就是姓王的伯伯，他们家有一棵芒果树。然后这个地方还有家里有，我们叫龙眼，在外省人他叫做桂圆。另外还有一个莲雾，我们台湾叫莲雾的东西，外省人的叫做水葡萄。你到水葡萄家的刘阿姨家，我们都是靠这个，不是靠门牌号码，完全就是这是我们的 CIS， 这是我们这条巷子最特殊的地方。你看我身上挂了这么多这个金银铜铁哈，在这边，这是我在历届海军运动会里面得到的奖牌。各位可能会好奇这个是什么呢？这是全都是游泳的奖牌。为什么我会有这些奖牌？是因为我出生在这个地方，离这个游泳池，日据时代留下来的游泳池只有10公尺远，所以从小唯一的娱乐就是游泳。那这个游泳池我必须要特别介绍，就是台湾早期所有的国手全部都是在这个小游泳池训练出来的。现在这个池子我因为怀旧，所以我经常进去看，保存得非常好，它一直封存了已经有将近30年。所以我希望说将来文化局如果能够考虑这个地方是文化园区的时候，考虑把这个地方再复原，再启动。因为我们左营地区就缺少一个游泳池，甚至于这个当地的人，不是我们这个村子的人，都不知道这个池子还在，只是依稀记得，因为这个有一个围墙围起来，里面荒烟蔓草，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个资源浪费。只要有来这边的人，我一定跟他介绍这个池子。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我们小建业的主要街道。那我们就看这个街道是非常窄，你等会看到它的巷道更窄啊，巷道大概就是这么窄啊，已经都荒废了。那这个就是我们讲联动式的一个圈户的住户，大概6平左右，那么它是天花板都通的，上面的天花板可以从1号跑到6号，哈。那时候小时候经常是上了天花板就到隔壁家了。我们现在村子哈，我刚刚讲的80户是这个联动，是一栋是10户，有8栋，所以有80户，那再加上我们这边工地自建的，这边有大概有20户，所以这边加起来有100户左右，很密集。那这些我们有做一个我们眷村的规划吧，我们是希望能够未来哈，能够把这边变成步道街，然后我们把全台湾曾经在眷村做的小吃伴手礼全部整合进来，像屏东的任家凉面、侯家卤味，我们左营的咸水鸭啊，这个我们这个联勤兵工厂那边那个军艺里的欢喜团，点点滴滴我们全部拉进来，然后把他的新村写上来，这是我们在规划细部规划的一种做法。规划的部分目前高雄市政府还没有谈到这么细，他只是想做艺术家进驻，但是我们这么大个区块，我们感觉的眷村文化是要跟观光跟文创结合，如果跟观光文创没有办法结合，恐怕又是一个文字馆。目前在法令来讲是一个荒谬的，就是他希望他要把眷村人全部赶走，然后他保留下来以后外面的人再进来，那这个文化就没有任何的眷村味，这是不对的。这也是我们在跟政府呼吁或者跟各界支持眷村文化的朋友，我们要做一些整合，
来跟政府讲，你要做对的事。那边高楼，待会我们可以看到那边的高楼，就是全左营的眷村改建以后共同居住的地方，叫做合群新村新城。但是我们今天讲吧，这么大一些集合体的住宅，既然没有菜市场，既然没有幼儿园，所有国民住宅的公共设施全部没有，因为军方他就是要卖土地。我们聚会现在大概就是在我们的办公室啊，你看老刘，这都是我们的邻居。那么因为我们的眷村已经老化，像我60岁是算年轻的啊，所以说第三代都已经远离眷村。那我们现在就是眷村文化园区既然是在我们这个里，那希望以后归于回流。